觉得车子会跟你一辈子，老婆不一定跟我一辈子。车子会坏掉啊。我可以修啊。要看欸。什么要看？为什么要看？结婚的话是老婆，是女朋友的话是车子，就是女朋友。就抠脚吧，或吃油炸的东西，挡到后照镜，吃薯片这种不会粉掉。脚放上去，脚不能离开地板，一定会离。他可能不能碎碎念说，怎么样，小心或什么的。我会嫌你要往要干嘛干嘛干嘛，还是认识我啊？没有，我都能接受。就是连掉碎屑啊什么的。哦，我超能接受。重点是你要副驾有人坐啊，没有人坐，你要计较这么多何必嘞？这个对男生来说很困难呢，车就是男生的第二生命嘛。硬要比的话，那你要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。掉到水里面的话，我要救谁嘛？但救人啊。另外一半吧，车子势必一到一定的时间就要换新的、啊，但另外一半没有办法。肯定是车子啊，我觉得车子会跟你一辈子，老婆不一定跟我一辈子。车子会坏掉啊。我可以修啊。我觉得还是以人为本会比较重要一点，车可以再买，车可以再换，另外一半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取得。要看欸。什么要看？为什么要看？结婚的话是老婆，是女朋友的话是车子，就是女朋友可能会再换了。游玩一天了，对，来两天。没有回家过吗？没有。变乱象。你今天怎么会来车展？主要是就是工作十年有余，想要试着就是买台车代步。本身会开车吗？会，我有驾照。说句惭愧的话，我是因为今天有艺林跟海沃 model， 有我喜欢的偶像才过来，想要试着就是买台车代步。已经有拍照了吗？套路吗？就小录影的、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是他的粉丝，然后想要说录个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他的场你都很常去跑吗？蛮常的啊，朋友一通知我就去。我们有个粉丝团。觉得男生本身会开车，在把妹上会不会很重要？很重要，姿势100的话，那个把妹的机会就多了99%。体验过最帅，转方向盘然后倒车这样。一直以来都是开车把妹啊。那你有没有几招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开车把妹？路边停车或倒车入库，一次 OK 的话，他就觉得很帅。我自己本身也觉得很帅啊。我没有要歧视啊，就是说女生可能通常倒车或者路边停车可能技术还好。男生会不会开车在把妹上会不会有影响？一定会有啊。现在骑摩托车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了。女生也都会看对方有没有车啊，也是经济能力的一种指标啦。我觉得没有很重要、欸，长相比较重要。对自己长相非常有自信。但没有车不会把不到妹啦，就是如果你够帅的话，但如果你不够帅的话，那你最好要有台车。男生会不会开车？有没有差？有，我觉得有差。有差，因为不会开车感觉就很不 OK 啊。那我要出去玩什么的，好搭 Uber 可以啊，但。就算你不开车，我也觉得需要考个驾照，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能力，就是有一天要用得到。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差哎。对，可是我希望男生是会开车的，很多男生是不太会停车的、啊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生不会停车，但其实女生是会停车的。可能技术还好。那女生其实都要学会开车，因为其实如果你哪一天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，就可能有人要追杀你啊什么，然后刚好有一台车，如果你不会开车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觉得哪一台车是把妹神车？跑车吧，其实妹要怎么讲呢？他们也不懂车、啊，但他们迷思就是觉得跑车最帅，就是大品牌啊，双 B 就是大家都最喜欢的啊。如果男生开哪一种车，你觉得很帅啊，或者是旅行车或休旅车，我觉得看起来比较霸气，而且他们空间比较大，空间比较大，对，坐起来比较舒服。你们会开车吗？那你们会觉得你们有会开车会影响到你们交男？
妈来接我。你会想要被载吗？会啊。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方这个方式？现在最近我在想把车卖掉。会不会把你车子借给别人朋友啊？或朋友不会，另外一半可以。另外一半可以，可是朋友不行。够信任的朋友我可以，女朋友先不要，我开载他就好了。可是如果他今天就是一定要自己开的话呢？我可以当司机啊。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没空啊，他就想要借你车啊。我想办法有空。女朋友跟你凹到吗？凹到就还好啊。所以你自己是不会生气的？以前可能会啊，现在还好，现在可能就不会。随着年龄增长之后，就看淡很多东西。对。认赔啊，看严不严重啊。如果很严重的话，那就他要负责啊，就看朋友怎么提出一个方案啊，我能接受都好啦。车子其实最好不要借给朋友啊，非不得已，因为车子有所谓保险的问题啊，所以其实就保险机制来说，你车子如果遇到事故，其实还是以自己的亲属为最重要。那当然，但是我们希望是要借给朋友，要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发生没有任何事故，我想都是必须要自己负担的。Thank you.